来做生日快乐歌的慢板的一个分解教学。那首先呢，第一句话它是这样弹的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句呢，我们的手指头是怎么样来运指的。首先的话，我们是一开始我们会先用无名指压住第二弦第三格，也是这个收的音。好，然后我们先弹两下，收收。好，然后在拉的时候，我们全拨，好，这边维持一样，只有这个手指头在这边，好，全拨下去。好，那旋律是拉的音，拉。好，那这样我们再拨一个收，好，就是这样哦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用小指压住第一弦第三格这个 C 的音，好，所以这样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把小指拿起来，然后我们把中指压在第一弦第二格，食指压在第三弦的第二格，做一个G和弦的形态，然后刷下去。好，所以第一句是这样哦。好，这边交替就是小指起来，然后这两只下去。在这一句里面的你的无名指是完全都不用动的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第二句怎么弹。第二句是这样。好，那一开始呢，衔接刚上句过来的，上句的最后一个音是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一样弹两个收的音。好，这第二弦第三格一样是这边的音哦，跟一开始一样收收。然后接下来你要往下画，可是你的G和弦的你的中指要先拿起来。做空弦，因为我们要那个拉的音。好，就是这样哦。拿起来，然后再拨一个收。好，前面四个音是这样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你要把小指伸在第一弦的第五格，然后弹单音。好，单弹完了以后，我们把全部放开，全部都释放，然后再弹一个 C， 刷下去。好，就这样哦。好，那在这一句呢，比较要注意的就是，当你的小指在弹这个高音弦的时候，你的这边的这两个音不可以放开哦，不然会变空调，会变这样子哦。这边这样声音就空掉了，所以你这时候这边不可以离开哦。好，那么接着第三句呢？第三句我们要到比较高的把位这边，好，我们会用到 so mi do si 这几个音哈。那因为要换高把位呢，所以说这一句呢，我们前面也是要弹两个 so so， 这时候我们不用这个音，我们用第四弦空弦这个音。那在弹这两个音的时候 ，so so 的时候，你的手指头就是赶快移到这个地方来。好，然后到了以后，好，我的话，我的选择是会用无名指，然后压住第一弦的第十格高音的 so 的音，然后拨下去。好，好，这一句我先弹一次。它是这两个收的时候移过来到这个高音的收，然后拨下去和弦，好，然后再来咪咪的在第一弦的第七格，然后我是用食指单音，然后回到第三格哆的音单音，好，然后之后再退，这时候用中指压住第一弦的第二格，食指压住第二弦的第一格，好，然后和弦，然后最后把中指的这个第二个的音拿起来。然后就拿起来以后就是空弦，然后拨下去，好，好，所以我们做一次慢的，好，我们看一下哈、哦。首先呢，第一个音在发这边，好，就是我们就是它在第一弦第八格，好，那我会用无名指压，我会用左手是用无名指压，然后拨两下。发发发发，好，然后接下来咪的时候补和弦，咪的话就在第七格它隔壁，所以你把你的无名指拿起来，中指压下去，然后画和弦，好，这样子，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的方法我是把我的中指直接退回到第三格，第一弦第三格，好，然后弹单音，好，接下来做的这个形式，刚刚第一句我们有弹过的，就是我们把小指压在第一弦的第五格，然后你的中指往上移到第二弦第三格，从第一弦第三格移到第二弦第三格，然后你再补一个食指在第三弦的第二格 ，re 的音哦，好，这样子哦，好，弹和弦，然后最后呢，最后的指型，因为
这边中指离这个最近，所以我会把这两个拿起来，然后中指下来，直接回到 C。好，就跟我们最常用无名指压 C 的运指方式比较不一样，因为这时候中指是最近的。好，这是生日快乐歌的慢板教学哦。